你敢走吗？你们搞定事，我敢走啊！你们烦，我跑去桂林，我怎么跑过去啊？师傅，你把车门锁一下吧。那我先下去一趟派出所。忙你忙一个，不用管了。师傅，你把车门锁一下。你把车门锁一下。然后我们保进吗？保嘛，他咋装堵的门？我已经打了。我的放下来。哎，你把那个玻璃放下来，放下来。看视频，上封面。